公主可还满意？恭迎宋国公主。你是喜欢六国宿醉？是我六哥？想没想过？想啊。一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眼睛。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心事，都会不由自主地从眼睛里冒出来。丹梦，你下去找戚薇琪，长兄为父，这事儿我准备。公主可能是擂鼓断了，坐一下。真的要谢谢你，一年以来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尽心尽力地保护我。 对不起，我骗了，还是不要告诉秋秋了。为什么？他不喜欢我。我喜欢。